我是专门半大阴阳的，半大阴阳的鸳鸯吧？啊，对对，阴阳开始，半大鸳鸯再来一遍。OK， 我是专门半大阴阳的灭绝师太。我觉得分手快乐，好，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会找到更好的。谢谢。我觉得哇，是谁给你的勇气扮灭绝师太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女生都很好看。来，灭绝师太小姐，你为什么寂寞？哎，她的名字就好寂寞。对对对，我名字就是寂寞。为什么我灭绝师太就是那么多年一直猜想别人呢？猜算别人？因为我寂寞，我冷，我闲着没事就猜想别人。猜想？是我的错觉，还是我怎么觉得上一场他普通还可以？还可以。那不如让他说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一下李西子。对，你可以帮我说一下李西子吗？李西子，李西子，李西子，果然。郑月，大声的说一下，拆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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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吧。不错呀。进步了，进步了。懂了，懂了，因为拆散别人，所以觉得寂寞。这边基本没希望了哈，听听那边的好不好？容嬷嬷祝你好运啊！谁先来？我。灭绝师太，灭绝师太来了。我寂寞了几首歌了。寂寞了几首歌了？对对对，我的恋爱宣言就是我一直在庞达阴阳，庞达阴阳。什么？然后庞达阴阳。棒打鸳鸯是不是？哦，棒打鸳鸯，棒打鸳鸯。哦，我一直在胖打鸳鸯，胖打，没事，胖打瘦打都是打。然后呢 ？OK， 我一直在胖打鸳鸯，因为我想成为鸳鸯。哇，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一个人就可以成为鸳鸯，那就向小龙女学习。自己和自己对话，不知道能不能当你的烘焙呀？我还是想选跟我同样寂寞的，就是灭绝师太跟天山童姥，因为我觉得他们跟我一样寂寞，我们就组一个，哎，这不是寂寞团，就大胆去爱团。好好好，大胆去爱姐妹团，成团完毕，请欣赏他们的公演。毛干嘛？有一说一，副歌再多一句，叶问就要打人了。叶问在忍耐的边缘，但是我把
手放出来之后，居然他给我这个。灭绝师太误会了，你是摆了一个架势，他以为哦这里正好可以当我的浮尘。容嬷嬷找针找了好半天。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拿了好半天没抽出来，当容嬷嬷唱出那就等着沦陷吧。这手好啊，小动作啊都在这。不知谁会让你沦陷呀，容嬷嬷。非常精彩，掌声给他们。让龙女先把剑放在桌上，为师也有礼物要送给你们。下山之前再重温一遍我派心经吧。大声地念出来，开始。粉红墙上画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枝枝化成活凤凰，枝枝化成活凤凰。哈哈哈哈下山之前，大声的把心经朗读出来。好，好的，好，是好，好。开始，前方高能。粉红床上，粉红床上，粉红墙上，粉红墙上画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发粉粉，发粉发，发粉发，发粉粉，发粉发，发粉发凤凰，紫紫化成破凤凰，破凤凰。小龙女知不知道？知道。心经错一个字，就会走火入魔。是的。你跟师傅解释一下，好，什么叫发粉发凤凰？师傅是这么教的吗？不是。小龙女，大声地念出心经。好的，师傅。红粉凤凰，粉红凤凰，红粉凤，红粉凤。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枝枝化成活凤凰，花粉花凤凰，枝枝化成活凤凰。对吧？不错了，真的不错了。谢谢。这才没有走火入魔的风险。接下来我们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有请来自长沙市湘江公证处的刘丽萍老师来送上我们这两场的最终结果。接下来下面两位请跟我一起上高台，一位男生，一位女生。陈子游，陈子游，是，许静韵，许静韵，祝贺两位，好，请跟我来。两位离最强在校生已经只有一步之遥，真的就是一步。等一下呢，请往数字上面跳，三二一，一起跳啊！准备好，三。二一跳，跳，跳，祝贺许静韵，
的最强在校生的就是许静玉。我觉得就是能够在快乐大本营上面唱歌非常满足，也是我的成就解锁。我是专门扮大阴阳的鸳鸯吧，阴阳开心。我会继续努力解锁更多的自己，然后做最快乐的许静韵。